好，另外一位嘅参赛者系郑坤雄。系老哥好，保怡姐好，评判好，大家好，各位好。郑坤雄应该系参赛者当中我觉得唔需要太过担心佢嘅情绪，因为咧佢之前嗰啲情绪咧可能已经发放晒咧俾阿周国峰老师啦，已经搞掂晒。因为我觉得咧开始而家越战越勇，每一次咧我觉得其实你都好有自己嘅风格放落去歌唱高嘅。今日要唱饮歌嘅时候。盡情爆發出嚟咯喎，係咪吸收咗之前咧所有自己的經驗放落去啊？因為係你希望俾一個全新嘅感覺俾所有嘅評判啊、觀眾咁咧？因為自己狀態唔係咁好，咁希望今日可以唔令大家失望，係咯。點解你唔舒服啊？係啊，係有少少。哦，咁我就好放心，因為你一定表現得好，即係等於咧之前咧我啲評判咧對上嗰一輯嘅時候，佢都講過話，我呢你咧分數我俾得好低下嘅。殊不知係俾到好高下嘅，係啦，呢一種咧以退為進嘅心態咧，並不厭詐，你哋小心啊，你哋小心。同埋有時感冒啲聲音咧係特別有磁性嘅，好磁性噶，特別有感情啊，講唔定係嘛？嗯，咁啊，小心啦，係咯。嗱，今日嗰度冇歌詞睇嘅喎，你要望住觀眾。今日要帶嘅呢一首飲歌，喂，挺起胸膛，俾信心俾自己，要唱咩歌？今日要送俾大家嘅係動力火車嘅《無情的情書》。Okay, 好，有请郑坤雄《无情的情书》。说的是无情，写了更无情，当作无情人何必再写信？既然已无心。何苦再用心，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回忆。我站在屋顶里和霓虹迷蒙的眼睛，誓言欺骗了最痛的相信，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？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回忆，无爱的错曾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，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潇洒几个字？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，无爱的错爱的曾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，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无声的哭。我睇完張佳添，好似以前咧喺嗰啲歌廳啊，或者走廊嗰度聽嗰啲歌，哇！開頭嘅時候，情同詩作對咁嘅樣，眯埋曬眼，係咯，個感覺點啊？其實鄭君雄係本身係好啱唱呢首歌嘅，但係我知道佢唱呢首歌咧，我真係幾替佢擔心，尤其我知道其實佢今日唔係好舒服。咁但係前面一路落嚟咧，其實佢表現係好好，所以我係聽到喺度搖個頭都搖埋，我覺得我入到你個世界。你的聲音的處理啊，你的用氣用力啊，個感情全部都非常之好。但我最擔心的位置呢，就真係我係覺得好似
自從抗水克有練歌練到喉嚨出血之後，你會喺台上面噴血，我係驚你。我成日我成日瞪你辛苦，我淨係咁我冇扣你好多分嗰度，因為我覺得我覺得嗰度唔係致命傷，但整體係好好嘅。咁就只不過係我你假假地我徒弟仔，所以我心痛，想喊添。好，周國峰，因為佢同我講話，佢唔想摧毀咗呢首歌，佢好希望可以將呢首歌嘅原汁原味咧係唱出嚟。咁我亦都佩服佢呢一種嘅勇氣同埋冒險精神，因為佢係用佢自己嘅參賽資格啦，去換取佢頭先嗰段嘅表演嘅。正如阿Tim Sir所講啦，佢一個啞啞咧，講真嗰個美感啦，或者令我享受嘅程度啊，真係唔高噶啦。不過好彩佢開頭咧，真係唱得好好咯。多謝師傅。睇下究竟分數係會俾前半段定係後半段喎？恭喜你啊！